德里艺术幼儿园张华园长上台致辞，掌声热烈响起好吗？有请。宝贝们精彩的演出能给大家带去美好的回忆。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家长、各位朋友们，大家好。15年栉风沐雨，15年春华秋实，我们美德里艺术幼儿园已走过了15年的历程，并始终勇立潮头。15年来，在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指导下，全体员工的积极努力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间断性的成果。在此，我要对15年来支持帮助过我们的所有领导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也为今天到场的嘉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自2002年建园以来，美德里艺术幼儿园始终坚持正确的育人导向，坚持教育创新，坚持特色办园，努力推进素质教育，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活动，以为幸福而教育，因教育而幸福为理念，以专业引领成长，爱心成就未来为己任，努力打造让幼儿开心、让家长放心、社会赞誉的民办品牌园、示范园。15年来，美德里人用自己的行动和汗水，一步一个脚印，取得了丰硕的办园成果。今天我们同堂欢聚，与你们相约相会在这欢乐的园庆盛典，感谢各位家长朋友们对我园的关心与厚爱，是你们给予了我园最无私的帮助和最有力的支持，让我今天能够放飞自己的梦想，勇敢地去承担一份社会责任。谢谢你们。朋友们，欢庆的乐曲洋溢着喜悦，多彩的节目彰显出希望，嘹亮的歌声唱响人生，让我们与孩子同唱，让我们与孩子共舞，让美丽的梦想从这里起航。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张华园长精彩的致辞。亲爱的朋友们，美德里艺术幼儿园建园15周年，我们的文艺演出现在开始。今天就让我们尽情舞蹈，优美
得起。Thank you.
位安全从这边退场，还有一个留恋舞台的小宝贝。好，亲爱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美德里艺术培训中心享有小百灵美誉的郭春雨小朋友，给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幸福像金达莱一样》，掌声欢迎他，有请。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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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因为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接下来请欣赏由美德里艺术培训中心舞蹈初级班的小朋友带来的舞蹈《追梦》，有请。我心中有一个梦想，长大后要当科学家，我长大要当奥运冠军，我长大要当艺术家，我长大以后我要长大以后。演奏
有请。